大概摆在中间的位置。如果说夹得松或者夹得紧，可以调这边的一个螺母。然后冷杯子夹的时候，刚夹上去的话，冷杯子它第一个先，控制器检测到的是这个杯子的温度，杯子的温度会持续下降，所以说看到数值上显示的温度在一直在降，要等到这个数值上显示的温度，回升到我们之前设置的温度才可以。OK，开始倒计时。你要把中间一个给它加回去。所以你烫。那个。